好啊，又是我川川西施。今天呢我会介绍大家一个叫做 Where Else 的 cafe。 咁咧听阿 Derek 讲咧，佢就话呢一间 cafe 系好浪漫嘅，系好适合求婚嘅。咦，话时话啦 ，Derek 咁耐未到嘅，下边先。咁耐嘅你，系啊，好塞车啊！我等咗好耐。咁你觉得呢个咖啡店啊？我觉得好浪漫。好，咁我带你参观下其他地方先。好。可以的话，简单为你介绍一下，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新鲜现做的。那我介绍你一款好不好？好，看来个甜蜜的日记好不好？因为这个 Mojito 它是一种特调类酒精。Mojito 不是有酒精有要泡吗？所以我们做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我们做的是类酒精，它是没有酒精的特调。哇！所以客人喝的不是有酒精，但是有类似调酒的味道的感觉。我一路来都不敢点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怕是有酒精。哦，原来是没有酒精，你不用担心。担心而且呢，这一杯喝法待会我帮你介绍一下，喝得出三种层次的味道。哇！对，所以这两杯应该是蛮不错的。OK， 没问题，那我先帮你们准备餐点。好，谢谢你。OK， 谢谢你。OK， 谢谢你。谢谢。老板犀利啊！太开心了，原来咁多嘢。我第一次嚟噶，都未见过老板啊！你一嚟就有老板见啊，真系犀利。系啊，既然个老板喺度啦，我哋可以试下睇下偷拍，睇得唔得先。Hello， 老板，是我们可以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今天特地让你们进来，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参与一下？好，可以哈。OK， 好。来，这样就是我们打奶泡的一个过程。刚刚是听到声音，没有看到它里面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好恐怖啊！不用担心的，不用担心的，在我旁边比较安全一点。不热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用手去摸它，就是要等它的温度上来之后才把它关起来。哦，可以。那不是。这个是。我们准备要。这个是棉花糖咖啡，它是基底是用 latte 去做的。latte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在下面撒上一些我们放的棉花糖，或是我们亲自打的鲜奶油。好，我先帮你冲一下你的饮料。拜拜，谢谢老板。这杯是甜蜜日记，甜蜜日记啊。就是好衬我啊！就系嗰个 Mojito 啊，是 Mojito。Mojito 对，那我建议你喝法要稍微三种选择试试看。第一种选择稍微搅拌一下嘞，用水草直接这样喝一口那个味道。然后呢，第二种选择，待会你可以把这杯拿起来，因为看到上面有点盐巴。嗯。那个是我们特别选的玫瑰海盐。玫瑰海盐。配着玫瑰海盐这样喝，口味是第二种层次。嗯。第三种层次嘞，你可以把这片柠檬丢进去。配合这个蓝，这样搅拌完之后，再喝喝看，你就可以喝到三种层次的味道。我们自家餐哦，够啦！来，你的蒜香鸡肉意大利面，来，这是你的经典炸鱼排。
这个是男主角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。晶晶 ，Would you marry me？ Rehearsal 嚟嘅。系啊。我唔会嫁俾你。冇咁啦。我唔会嫁俾你。点啊？饱唔饱啊？好饱，好饱啊！所以你觉得呢个咖啡满意吗？好满意啊！我觉得最开心嘅系嗰个写住 Jin Jin Will You Marry Me 啦，系咪？当然啦，好 sweet 啦嗰个。咁其实佢啲嘢食都好好食嘅，咁所以咧我哋会更多更多嘅节目噶啦。那个节目名就系 Coffee Tea and Me， 又嚟专专西施。是这个 I Love Coffee Tea Expo 和 Mavic 媒体媒体携手合作的。好，打卡啦。打卡。